呢，也请大家呢共襄盛举，同时务必将你的热色不要带入到场内 ，OK？ 将你们的热色呢，我们的帐篷前面都有放置这一个热色桶，所以呢，你们的热色呢，拜托，请务必投入到你们的这个帐篷前方的热色桶里面。同时，今天的节目相当的精彩，也请大家。因为呢，今天是我们松下五十有你真好的感恩的缘由会，所以要开始之前呢，特别因为刚才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的朱市长已经莅临到我们现场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呢，我们先邀请他上台来为我们说几句话，请帮我热情的掌声跟尖叫欢迎。总经理，在场的所有的台湾松下的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很开心来参加我们最优质的企业，也是对我们整个台湾经济贡献也好，对我们整个社会公益也好，对我们的就业服务也好，贡献非常大的台湾松下，今天来庆祝50岁生日快乐。其实我刚刚在想，50岁真的也不简单哎，因为我自己从出生就看到松下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成长。那我们真的是用松下的家电产品，用松下的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产品一起长大的。今天看到很多员工可能也是跟我一样，从出生就开始使用很多我们松下的产品，最后又成为我们松下的员工。继续的为我们这个社会来贡献。那我相信在洪董事长的领导之下，台湾松下不但这几年来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，而且在不景气的状况之下还能够照顾员工。我知道今年还给大家加薪哈，这非常的不简单。而且我还特别强调，这几年松下的转型尤其特别重视绿能环保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棒的。那我们经发局今天叶局长也在这边，我们希望跟台湾松下合作，将来变成一个非常具有观光尤其是教育性质的一个，等于是我们的一个观光工厂，然后让告诉大家怎么样做到低碳节能，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。那台湾松下在我们新北市中和区，所以今天邱局长也特别跟我一起来恭喜大家。那今天是非常好的日子，等一下我要赶到万里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出名的万里蟹哈，那全台湾80%的螃蟹都来自于新北市的万里，也顺便鼓励各位同仁休闲假日的时候多到我们的北海岸，不论是万里、金山、石门，每一个渔港都是最新鲜的螃蟹啊！顺便在这边宣传一下。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所有松下的同仁，大家的辛苦努力，祝我们台湾松下未来50年更成功、更精彩。希望大家更努力、更加油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董事长，谢谢。因为市长要感谢万里的，所以我们这样一边要欢送他，一边这个我们继续这个进行这节目。我们谢谢朱市长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朱市长的莅临，谢谢。刚才呢，由我们的朱市长来为我们致辞。紧接下来呢，我要来邀请到的是我们洪明洪董事长上台来为我们说几句话，请热烈掌声欢迎您，洪董事长。
你们的参加。谢谢。各位长官，各位来宾，我们经济局工商友会，我们协力厂商，以及我们退休干部，还有这个在职持续员工的眷属们啊，还有我们台湾松下的员工及家属，大家好，大家早。早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松下五十有你真好欢喜感恩五十周年圆游会，非常感谢新北市的朱市长及各位长官，在公务繁忙之余，还能够拨冗来莅临指导，请代表公司致上最深的谢意。10月2日，新北台湾松下创业五十周年，在政府支持、各界先进领导、事业伙伴鼎力相助及员工努力不懈之下呢，度过了经济环境的风风雨雨，让台湾松下能继续为大家提供优良产品，获利缴税，贡献社会，在此仅致上12万分的谢意。现今全球经济环境十分严峻，也仍是继续希望政府各界先进经营伙伴们对公司多加指导与协助，也帮助我们全体员工以生产报国的精神更加努力，克服难关，迎向下一个50年。那么本次园艺会呢，有趣味竞赛、闯关活动、游乐活动、地方美食，希望大家玩得尽兴，吃得愉快，并祝园艺会成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洪董事长，谢谢在座的领导，再谢谢洪董。请接下来呢，邀请到的是我们松谷总经理来为我们讲几句话，有请松谷总经理。新北市业局长、中华区周局长、莲香里梁里长、袁副理蔡里长、洪董事长、营销包括老板、老板娘，以及诸位伙伴、前辈、工会的干部、全体员工、全体家属、小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迎接台湾松下50周年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以及荣幸。台湾松下有今天的成果，都归功于大家的辛勤的努力，其中也特别感谢家属们的支持与理解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就请大家忘记工作的事，尽情的享受天然之乐，跟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天。以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中国总经理，谢谢严启东总经理，请先留步一下，因为马上我们就要来进行开球仪式。同时，再一次邀请我们洪董事长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与会的还邀请到黄春辉主任委员，以及西伟常务董事。还有林冲志常务董事，请一起来到台上，我们马上就要来进行开球仪式。现场的朋友们也请帮我变换一下您的队形，跟着您的区队助理马上变换一下您的队形，马上我们就要来进行开球仪式咯。同时呢，在我们进行开球仪式呢，这个可是象征了我们台湾松下的大球呢即将迎向未来，同时呢滚着这个大球呢会让您好运滚滚来哦。等一下呢，请大家要听我这里一下，等一下主持人会喊321之后呢，帮我喊一下我们松下50有你真好之后呢，我们一起就会请我们的长官们推向这个龙球，推向大家。同时呢，台下的员工同仁们呢，你们就可以会借由你们的双手
推的对，推到后方，有没有看到？后方有一个球门，直接将我们的龙球推上球门，就算是完成我们的开球仪式啦。所以呢，也再一次邀请旁边左右两侧的眷属还有同仁们，赶快一同来参与哦。想要好运滚滚来吗？想要呢幸运之神降临在您的身上吗？赶快呢，移动来脚步，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。